要不然你给他拍照。抓到一个。你看这不听话的猫一拽就给拽过来了。头上有一个怎么把它抓住？它抓狮子了。那个咖啡，那个咖啡，真的没有，不喊我呀吗？哎，妈妈说不听话，转过来。你要不要站在这儿？我给你拍一张，是吧？站在这儿，你就站在旁边，没事的。站旁边不要紧。你不碰它就好了。我站旁边。啊？靠近一点，靠不进来。万一抓我一口，抓我一口。不会，你别碰它，你就站在那就好了。你让它摸都没事。豆轮也过去吧。那你帮我拍一个吧。你别怕呀。耶，猴子屁股都没你红。你会看呀。呀，真的猴子屁股都没你红，看你的脸。你要不要也去拍一下？怕的，你就站在那不怕的。他们两个人在专心抓狮子，没碰你。对。你不碰他们就没事了，快去吧，快去，快去。拜拜。我那一只蚂蚁爬到我腿上了。半岁要不然哎够了哎够了痛哎去过这样不让他哎把照片看一下，对啊，哎，scope guide。